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做一道素食养生料理。今天我们将介绍一道特别的海带料理，那就是三色海带。所需的材料有萝卜丝、辣椒丝、芹菜丝以及海带。首先，我们热锅烧油，放入我们少许的姜丝，炒出我们香味之后，可以加入我们的辣椒丝以及萝卜丝，炒至半熟之后，加入我们的主角，那就是海带。将我们的海带、萝卜丝以及辣椒丝全部完美的混合在一起哦。炒出香味后，我们可以加入我们少许的水，沸腾之后可以加入少许的调味料，例如我们的盐、胡椒粉以及少许的麻油，最后加入我们少许的芹菜，一道热气十足的三色海带就完成啦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